普拉斯利直男季后赛火热开打，除了有努力拼战的球员们，火力感十足的啦啦队也是亮点之一。今天网络温度计透过 Kibo 大数据关键引擎舆情分析系统，带大家揭晓网络上讨论度最高的人气啦啦队成员，一起来看看你最喜欢的女生有没有上榜吧。这影片有点意思，就好了。不要小看我们，不要小看我们，我一次性给你看。哈，自卖加油，会，会，哇，歪掉了，没了。身材娇小，体重只有39公斤的慈妹是富邦 Angels 的一员。年仅24岁的她，其实是一个超帅女孩。因为电影《歌舞青春》开始对街舞情有独钟，从运动艺术学系毕业后加入职棒啦啦队，同时也是少数街舞专场出身的啦啦队成员。小小子的慈妹却有魔鬼般的身材，没有最扯，只有更扯。在场上总是充满青春活力，性感舞蹈更是抢尽众人目光，甚至与球迷来一段尬舞演出。要的，去练舞室的。笑容甜美的她参加过许多综艺节目，在奶哥主持的节目《星光欢乐城》中，可爱模样融化许多观众，在镜头前更是展现超强腰力。对，你往，对对对，啊，往后倒，头倒啊，倒头倒，他倒了，腰力腰力，下去下去下去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对，转转转转，好。不愧是街舞出身的慈妹啊，两个，三个，五个。五颗冰果，五颗，我用我的，借我看一下，我眼部让我肌肉快抽筋了。富邦 Angels 人气女孩瘦瘦子不仅有着纤细火辣的身材，场上演出更是亮点之一，迷人的舞蹈魅力整体就是视觉飨艳。多才多艺的她还会变魔术和绘画。日前富邦 Angels 推出 Q 版的造型钥匙圈，马上就被球迷们抢光。负责绘制图案的就是天才女神瘦瘦子，她也在个人 IG 发文与粉丝们分享这份喜悦。如此亲民的性格早已抓住广大球迷的心，更是富邦悍将与富邦勇士的票房保证。喜欢和大家互动的她，近期在 IG po 出一段手枪舞的影片，致敬偶像三上优雅。热舞模样引发粉丝暴动，留言直呼完全恋爱了啦！在镜头前的瘦瘦子真的相当迷人呐、啊！子子，啊，推下去，推下去，推下去！好，来，这个一定要进去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三个字，进去都要干嘛？进去哪里呀？啊，所有商店，实名制。长相甜美、有着火辣身材的子子，曾是 LAMY GIRLS 成员之一。暌违了6年后，再度披上啦啦队战袍，成为梦想家 Formosa Sissy 的队长。直来了，直来了！团队也在今年被球迷票选为年度最佳啦啦队，看来子子的领导能力真是功不可没啊！有着真人版娜美封号的她，不吝于在社群平台晒福利给大家。每次发文的美照都吸引一大群粉丝前来朝圣，直呼真的是太辣了啦！喜欢分享生活的他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不仅有不同主题的 Vlog。你们应该可以知道，还蛮多艺人。这个人很皮耶！性感火辣的舞蹈更是让人看得血脉喷张。近期王心凌的成名曲《爱你》杀出许多回忆，子子也在 IG po 出自己在球场上跳的《爱你》。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话题，子子笑着表示，这应该是大家看过最 sexy 的《爱你》吧。看来 Formosa sexy 的成员们什么舞蹈都可以驾驭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看完了这些啦啦队女神，是不是被她们的性感舞蹈吸引了呢？以上是人气直男啦啦队介绍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